sonra HGF aygırın, hay oygırın onun için efendim söylüyorum. Onun için de hay aşağıda için. Słucham? Hayal den Christopher swoim moment ta dalej chwało gdzie okaże się. Tatiana 非常感谢，我们马上开始，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信号，就是开始的信号，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了。好的，大家好，很高兴。 主持这个，我们动态联盟的讨论平台，我叫Helen，我跟Tatiana在一起会主持这个论坛。我们今天这个动态联盟的主要题目就是这个网络治理论坛的一个部分。 而且今天我们会集中在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全球大流行的时刻，我们如何看待我们未来？如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复兴？ 而且我们这个动态联盟在这个过程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现在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每个部分，总共有四个部分，每个部分会集中在一个重要的题目，第一个是电子鸿沟，第二个是教育，第三个又是电子鸿沟，最终我们要讨论 IGF 的未来，这个最后的部分我们会试一下预测网络的未来，而且这个大流行结束之后复兴的一些方式，而且我们也会同时考虑到我们动态联盟在这个过程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目前跟我们在一起有这些动态联盟的代表的，每个发言者会有两分钟，他就会问一些专门的政策问题。我们也有这里有一个表，这是两分钟，我们两个 iPhone 上你们会看到这个两分钟的时间，所以我希望大家会严格按照这个时间去发言，而且每个部分结束之前我们也会有这个问答时间，这个我们今天的讨论会它是在 YouTube 还有在联合国的屏幕播放的，所以很多人能够参加。我们目前有87位参与者，就是参加我们这个讨论会的发言者或者参加人，所以我很高兴这个讨论会已经被翻译联合国七个语言，所以每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听这个。所以现在我想请我们的参与者开始问问题，所以第一个主要题目就是我们需要什么呢？因为这个COVID 的大流行，让我们更深刻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人目前都知道网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很多人的对于很多国家的人，这个也是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他们对网络的接入是比较差的，所以他们我们现在要考虑如何对抗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如何扭转这个趋势。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首先我们要从斯密达女士开始，这个涉及到这个性别鸿沟的一个问题，所以首先我们想问政府每个国家的政府应该集中在什么样的问题，如何突破这个性别的鸿沟，在这个大流行的背景下，所以在这所有的讨论当中，我们希望这些发言者给我们建议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会议的结果，我们会有一些实在的结果可以提出向我们的办公室，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的发言就是包括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那你觉得这个政策应该集中在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应该是优先的？斯密达，非常感谢，非常，我很喜欢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启发点，因为诚实的说，
我们想要保证大家可以享受互联网，但是国家也有一定的角色要扮。疫情之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现实，现在就变成更有重要性，就是以前已有的问题扩大了或者扩散了。然后我们如果缺乏这个享受互联网的这个问题，它现在是我们可以感觉它是太热烈的，热烈可以感受的。然后我们的最终印象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从在这个疫情之中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过去我们也谈到这个可以享受互联网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经常说缺乏数据，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核心问题。我经常我们有一些歧视，我们有这个言论上的问题，我们有欺负妇女的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以前已经存在的，我们的解决方案并不是给大家分配更多的手机，因为设备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设备上的问题。我们经常说这个性别，说女很难，但是这个性别的概念它是更复杂。我觉得有很多普遍性的各种各样的性别的普段，所以我们要停止这个二元性别的看待。然后如果我们要看非二元性我们要看非二元性别，是用这个新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要看我们是否有对医疗服务平等的公平的享有。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只有在官方方面的支持上再开始讲这个问题，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疫情之中最关键的是信息，所以官方方面它可以提供一些软件一些便利，但是如果这么多国家到现在无法上网，或者是在一个国家国内的人有很多人口这个部分没办法上网，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们的依赖这个手机的电池，然后封城的时候无法用自己的手机，无法上网，无法获取信息。非常感谢，下一步我觉得这些出发点你可以加以更多的解释。现在我只是想说我们已经有70个人参与，欢迎大家提问题，通过这个聊天退化框，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屏幕的下面可以看到这个退化框，因为我希望这个会议可以变成一个活动性的会议，所以请发言人遵守我们的时间的记录。现在下一个人是 Gary Ellis， 他是我们的这个无障碍服务和残疾人动态联盟的成员，所以请你介绍，从你们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官方方面什么样的首要人物？非常感谢。今天早上他们也说我应该保持时间纪律，但是这个保金本身的时间是30秒钟。你说
大家要上网，但是我们怎么保证他们可以连接？首先，我想说，我们世界上，有13亿残疾人，所以可以说几个人之中有一个人是残疾人，是人口很大，所以可以接触这些数字产品，可以是说是一个优势。你有这个，你可以享有这些产品，那你比他人有更多的机会。这个疫情之中，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但是我们作为残疾人，经常在通常的情况下缺乏足够的商量的能力。现在情况更坏，所以我们经常甚至这个上网购物，我们都不能享受，都不能分这个对享受。所以经常其他人可以享受的服务，我们都不能使用。所以现在疫情之中，我们可以在线进行教育，可以购物，可以工作。但是残疾人一辈子以来他有些缺乏，需要个人的支持。有很多残疾人无法连接宽带，特别是在农村里面的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非常感谢你的时间，举例的非常好，非常好。你提及，有人需要，残疾人特别需要，可以访问一个可以比较容易阅读的一个网站，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网站的内容更换，适应残疾人的需要。现在，如果说教育的话，教育服务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它是保证特别是疫情之中可以继续获取这个文学内容。Valencia 女士，她可以给我们的更多的介绍。你现在有两秒钟的时间。如果我们看这些图书馆或者其他的这种类的机构如何适应今天的情况，那我们可以说，当然图书馆他们必须要目前关掉，但是他们的电子化过程必须要同步进行。所以在此我们想强调三个事情，就是说一个是网络接入。第二，首先这个网络接入，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个基础设施是足够的，而且，但这个不只是这个电缆或者什么玻璃栏，也是电脑或者手机或者其他的这方面的设备，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些图书馆或者类似的单位有足够的设备，这样的服务他们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这些没有太大的，就是对这些有困难的人，比如说寻找工作的人，或者那个在家里就买不起网络的人，或者网络不好的那些人。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电子的能力，数字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我们如何能够进行这个对这些人的教育，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不能使用网络或者不知道怎么用，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那些图书馆或者其他的这个类似的单位进行这方面的培训。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正式的教育同步一起进行这个这样的培训。第三件事就是这些电子的内容，在很多国家
如果这个网络接入允许，那这些图书馆他们已经看到了，有很多人非常需要这个电子的内容，因为这个不管是教育工作还是其他方面，这个说的非常有意思，我很高兴你说的那么有意思，所以现在我想请这个所有参与者，在这个发言的时候，可以在这个 chat 问问题，所以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跟发言者进行交流。但是我想提醒一下，请你们在你们的发言当中，包括对政府的一些建议。John Barris 他目前跟我们在一起。John Barris 他是这个 IPRBC 动态联盟的成员。那我再重复我们的问题，根据你的这个动态联盟，可以建议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自己代表 IPRBC， 这个我们主要集中在人权问题身上，所以因为在我们联盟国的这个宪章，我们主要集中在这个人权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想说这个这个封锁开始的时候，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电子环境，我们必须要保证人权，因为这个网络使用和网络接入，它越来越变成一个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能力或者功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我们人权的一些标准，对网络治理也进行这方面的控制。很可惜，很多国家，利用这个目前的情况，采取一些不对的举措，比如说使用这个 AI， 或者限制个人自由，或者限制言论自由，或者在网络进行歧视，所以这样的现象也是有的。在我们的联盟，我们也看到这些问题，而且希望我们能够影响这个状况。非常好，感谢，中的贡献。现在我们就要做小总结，总结这个数字鸿沟的这个部分。思密达强调社会的这个疫情的影响，他说疫情时期这个鸿沟变成更大更重要的。Alice 他说有残疾人他也面临一定的困难。另外呢，我们也说图书馆它可以提供一些新的知识。最后我们说知识产权权利它可以这个概念它可以利用这个概念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所以我现在希望我们的发言人可以编辑我们小组的我们联盟的建议，然后我们可以向上报告。秘书处，请我们用25分钟的时间讨论这个刚才讲的数字鸿沟，但是下一个部分是数字的各种各样的自由，特别是疫情期间之中。非常感谢。我现在想要对第一个这个会议的第一个部分做一点总结。我觉得我们是好像是 Valencia 说我们可以更好的使用现有的资源，比方说图书馆。Valencia， 如果你可以现在答应我们的回答，你请你做，要不我们可以以后完成这个工作，因为我们想要把图书馆的这个
动力，包括在我们的报告里内。现在我觉得这个是下一个问题是涉及到人权。我觉得无论哪一个联盟，它都需要依赖自由，但是有的是它是更明确和这个问题有关，比方说他们必须好了解政府方面或者公司在疫情期间之中做得不太好，不太好保护基本人权。所以下一步我想问可持续这个联盟您觉得那个 infodemic 就是说疫情信息大流行病是什么？我们现在在恢复期间内怎么能够利用过去的经验？非常感谢您的邀请，我觉得有这个方面需要强调。记者特别是媒体目前他就是面对很重要的一个事件，比方说有一个报告说如果或者尽管观众现在就翻一翻记者的80%，他现在世界上80%的世界的收入明显的下降了。为什么？因为在线的活动有很多很丰富，这是影响到我们媒体和记者的工作。我们缺乏资金或者面临资金的风险，缺乏风险。市场的波动也涉及到我们的这个记者的行业，媒体的行业。另外呢，我们有就是缺乏好，现在听不见啊，你听得到我吗？现在没问题，所以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如果你要求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必须首要条件是，这个记者的生存或者是媒体的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可持续的记者行业。我们的行业现在，我们的生存面临很多的风险，所以我们希望代表整个行业，我可以提醒大家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我的出发点。非常感谢你的主意。下一步我们也可以补充我们的意见，特别是在回答参与者的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现在大家已经准备好要在下一步谈数字这个鸿沟，但是现在我想把说话权转移到这个儿童在线的保护动态联盟，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如以往注意孩子在线的安全。我们特别是在疫情时期之间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的更多的关照，更多的关注。非常感谢我想要赞成Michael 刚才讲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强调这个人权各个方面。专门的记者还是存在，但是我们有一定的代价，
要支付。你知道我现在每个月付一定的付费可以上网，但是这是一定的费用，所以有很多人他如果想要得到真的知识，需要付月费月金，所以很多人要为孩子保护这个很好的内容。而且必要条件是很好的记者，然后在线平台它到现在无法保证这种内容的质量。记者的工作密切的涉及人权的问题，所以简单的说，我完全赞成刚才我的同事说的，斯密达也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新的问题，我们这个大流行病之后，我们只发现这些问题变成为更热烈。有些孩子他们因为用手机，所以现在没办法上课，因为在甚至在英国有很多孩子，因为或者美国，美国有900万。这个儿童无法上网，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英国，他们都无法上网了。别人的孩子怎么样？有手机，不够能够做这个化学的作业。如果想要做一个文学一个文章，比方说讲批评，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手机不够。所以现在可以说我们以前的问题现在变成更敏感。非常感谢，我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现在我想问Olivier Grepin Leblanc, 他是 DCCIV 的动态联盟代表。我知道你的这个联盟涉及到网络的所有的事项，但是我想先跟你说这个孩子的权利，还有这个基本权利、人权等等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想问你，这个网络如何能够支持我们最基本的一些价值，普及价值、普世价值？非常感谢。我到现在听到了非常多有道理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动态联盟就是主要涉及到这个网络基本的限制，还有一些价值，还有一些基本科技的问题，我们也集中在这个网络的身上。而且很可惜，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就是说很多政府他们的做法就比现在比需要做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刚刚说了，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的人应该有网络的接入，而且到现在有很多孩子甚至成人没有这个接入，这个很不好，因为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权利。但是很多政府的做法就是完全相反的。在我们的动态联盟当中，我们多次提到了很多政府对网络的限制是太大的。甚至有些政府在网络压迫什么反对分子或者什么的，所以我们觉得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那些不尊重这个的政府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如果一个政府他想用这个手段获得一个优势是不好的，而且同时也是有很多大的公司，他们侵犯那些小公司的权利，这所有的事情都构成这个网络权利的侵犯。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单位当中，
我们签了一个好照，就涉及到这所有的事情。谢谢 ，Oliver， 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发言。我很高兴你的时间也是有你控制了你的时间，这样子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自由的讨论。但是这个之前，我觉得我们觉得必须要强调那些基本价值的重要性。而且这个我们今天也谈到了性别在对网络的鸿沟发挥着什么作用。那我现在想问Smita， 你听了这个基本自由方面的信息，你想有什么补充的吗？对，我想补充一点，我觉得我们还必须要谈到一件事儿，就是第一个是教育的介入和信息的介入，但是还有谁要获得这个介入？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个网络的介入之后，我们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大流行时期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网络对女性的虐待是更普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归于那些最基本的价值，还有核心的价值，教育方面等等，因为如果女性她们能够接入网络，那她们还是可以接受什么虐待。有人可以说，如果一个女士她在网络被虐待，那你最好不用网络。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解决，这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做法，所以这里有很多事情要谈。还有一件事，这个网络的接入，如果存在，它是自由的，还是很难的，因为有的人他们不会讲什么英文或者其他的联合国的语言，那这样子他的对网络的接入是非常非常难的。我觉得比如说今天还有很多人他们想参加今天的这个讨论会，但是他们也没办法，所以这对网络的接入也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在印度的什么小城市的什么记者或者老师，他们不能接入、这个。我觉得甚至今天的这个讨论会的接入是比较难的。我自己注册这个 IGF，还碰到了很多的问题，而且那些电子能力比较差的人，他们的问题还是要更严重，所以如果我们谈这些核心值，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自己考虑，就是心理考虑如何我们能够做得更好，因为意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行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看到了 John 写了一件事儿。John， 你是不是要补充什么事情？因为这所有的涉及到孩子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对，我在 chat 已经写了，我对这个 Michael 的介绍是非常惊讶的，我觉得我非常佩服，因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如果孩子想发现真实，他们没办法花钱，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用，他们基本上他们找不到正确的信息，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要回答。John， 非常感谢，而且你的我觉得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再次想问Michael， 我们如何能够对抗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还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承认，如果我们谈这个记者可持续发展，那
这布置是涉及到一个指定的人群，因为这个必须要采取多利害关系人的态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讨论会发挥着非常重要平台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跟可持续环保有关系的，因为记者就或者媒体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号召，就是说有很多记者他们签署了这个文件，而且我们建议我们如何能够做这个，比如说大的公司大的技术公司他们必须要阻碍发表一些文件，因为比如说这个大流行相关的很多的文章他们被阻碍，所以就是说这些大的公司就是阻碍一些信息的发表，所以这是非常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是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觉得我们还必须要扩大这个接入的能力，尤其是在这个南球，有很多人对信息的接入是不够好的，而且我再要强调，政府还有大的技术公司，他们都必须要提供这个资金的支持，所以这个对记者的生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历史上，我们被比较排除。就是记者的声音被排除。非常感谢，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好像John你要补充一下。这个资金在何处，因为目前这个记者的行业媒体的行业的收入来源是广告。但是现在如果政府可以采取相关的政策，那我们怎么回答？我们实际上不需要一些市场的机制可以进行，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定的不平等不公平，记者的协会他的行动比不上大公司的行动的规模，因此呢大公司可以利用这个商机，我们在欧洲在澳洲我们都有一些努力，立法的努力，我们有一些非常积极的案例，当然我们因为这些好案例，而且我们可以更积极的进行今天的讨论。我当然赞成我这些好想法，我非常就是呼吁我们保持对话。Facebook 已经说他要推出澳洲如果有这新的法律成显示，所以现在这些小公司它实际上或者大公司它是围绕我们的这个讨论的。尊敬的发言人，我觉得玛丽亚娜说得很对，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针对人权，所以Mariana, 你们可以用两分钟的时间就是提及这些问题。非常感谢，我还是让June说话。如果我们
再次 ，Marco 刚才说，就是能够连接网络与非，它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因为能够连接如何否，它不是在开电脑的时候开始，因为这个享受互联网服务的问题是一个广阔的一个问题，比方说，10岁的孩子也有这个享受信息的权利，或者5岁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权利，这是列入人权公约宣言的一个基本的权利。因此呢，我们如果谈人权，我们要提问题。现在有的公司他们有些干扰，然后接口是疫情，所以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行为，也必须鼓励政府有一定的关照，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关照。有的时候信息上有一些冲突，有一些矛盾，所以并不能说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达成或者做努力为了达成意见。当然我们这里不是黑白的一个背景，我们需要多样化的信息，多样化的信息的来源，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这个信息，但是政府必须给我们平台保证，然后我希望他们最终可以行动，采取行动。好，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这个基本人权的非常好的总结。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三个部分，教育还有这个有能力。非常感谢发言人。现在我们有很多意见，涉及到最基本的我们关注的问题，我们作为人，作为互联网的用户，都可以看到互联网的现在的作用是非常重要。我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想考虑一下我们的青年人现在的作用是什么，然后他们怎么面临这些包容性的行动，特别是在大流行病的时期间。所以我要看另一个方面。请你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疫情下，但是从年轻人角度来看，你就是代表年轻人的这个东京联盟，我听到你，我可以重复所有的以前说的。一件我觉得做总结也想强调一些观点。新这个冠状病毒它强调了以前有的问题，以前有的鸿沟，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有些是政治问题，国内的问题，选举的问题，它成为首要的，然后我们年轻的事物成为次要的。下一代人变成这个后门的一代一群人。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可以看到选举，我们可以说这个情况就是继续总裁 IGF 论坛中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有更深的了解，了解互联网，了解它对社会对企业的作用。现在我们不能不了解互联网，
当然专家对网络的这个作用的了解是必要的，我们必须有这方面的教育，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东西。哦，一些我们现在可以不说的东西，全世界上我们需要这个成为最基本的一个能力。非常感谢这个这个很有意思。那我想问一样的问题，就是 Christopher Yu， Christopher Yu 他代表这个线上和线下的这个动态联盟，所以我想问你，你如何看待那些这个大流行的时候出现的最大的问题？而且你们的单位，在这个提醒也或者扩大意识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Chris 他现在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Chris， 你不在吗？你好 ，Christopher， 我们听不到你。有什么技术问题？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所以我们现在要处理你的麦克风的这些技术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想听到你的意见，所以等一下再问你关于如何这个扩大对这些重要意识的事情的意识性。那我再想问 Jerry， 我知道你目前从事很多基本层次的工作。那我想问你如何提高这个意识性，或者关于这个电子包容，你如何进行这个提高意识性的工作？谢谢。第一个我们想提高就是这个意识性，就是说，我们想强调。对这些事情的意识性是对这个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上次这个联合国峰会上，有重要的领导他说了，如果我们能够接触对那些有限制人的限制。那我整个社会会被这个会汇集整个社会，所以我们去年的那个报告表示，如果我们把那些残疾人或者有其他的限制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包容他们在我们生产过程当中，那这个对整个社会会有很多好处，所以关于那些残疾人的事情，我们最多提到这一点，就是在这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还有这个 SDG 的这个道路地图，里面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所参与的 IGF， 它有几百个讨论会。如果一个人想在这个结束之后看所有的讨论会，那这个会待三年，但是因为我们目前有所有的这个对话的记录，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自动化的搜索，所以如果一个人想寻找什么具体的题目，那不一定要作为一个残疾人，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所以这就是我的投入，谢谢。
那现在 Chris 好像他的技术的问题都已经处理好了，所以我想问你，你对这个提高艺术的问题也会说这个几句话。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代表线上线下动态的联盟，所以我们继续我们的工作的，而且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尤其是说重新发现轮，而且我觉得很多人知道这个数据，我们所积累的数据，不让我们能够进行一些项目的比较，所以在我们的数据库，我们发现了，我们准备了100个比较创新的方式，让老百姓能够连接网络，而且突破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限制，不管是性别的问题或者年龄的问题等等等。所以这个目前我们也有1000多措施，而且这所有的措施都在我们的网上，所以我们现在准备了一个信息的数据库，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想使用我们的信息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寻找有效的方式，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这哪一些方式是有效的，因为很多从事这个实践工作的人，他们就没办法做出什么记录或者记录他们的工作的结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供这个。还有一件事，我想提到教育方面的一些信息，因为我们的动态联盟主要工作就涉及到教育。我们之前呢参与了2个国际的项目，第一个是 GIGA， 就是每个学校相互连接，这个是由 UNICEF 组织的；第二个是一个英国的教授组织的，教育项目，就是涉及到那些没有一些限制的人，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这样子，网络的接入的质量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如果你们当中有孩子的人，你们一定发现了这个网络栏的质量是多么重要的，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网络的质量是多么重要的，因为这个大流行爆发之后，我们都是在线学习，在网络学习，而且我自己所认识的很多年轻人，他们说了，他们实际上失去了这个最后一年。因为他们的这个网络的接入的质量不够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要扭转这个趋势，而且让这个不利的情况让我们学习什么新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想在这个网络增加一些有管用的信息或者项目。而且在有一些国家，就是这个宽带的基础设施，他们正在进行这个扩建，也有一些国家，他们对购买这些手机或者电脑提供什么补贴，这都是非常好的措施。而且我再想强调一下，就是为了有效进行家里或者网络教育，那有一些前，当然第一个前提就是这个网络接入，第二个是这个网络的费用，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目前很多人他们用网，每天都要用网络，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国家这个网络的速度有所下降。比如说在意大利，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大流行之前，这个基础设施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如果开始在网络学习，那这个就不够了。非常感谢哦，你的内容可以在上我们的 IGF 网站咨询。但是现在我有几个问题啊，另外呢，欢迎大家参与聊天对话。发言人也可以补充一点。我们有三个问题想要尝试回复回答，但是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能力的问题。我们知道，如果要是人有能力参加对话，参加我们的讨论，这并不容易。因此呢，我们觉得在线工作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过程。看起来我现在要请我的同事给我们更多的介绍，他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是这些最没有代表能力的人有更多的能力。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非常感谢。我得确认这些教育图书馆这些问题是很有趣的，因为图书馆现在可以保障人家能够连接的。人家如果有一定的参与权，一定的参与能力，他们很愿意参加。因此呢，我们疫情期间内，就想要保证图书馆继续工作，我们可以继续通过上网提供教育服务。参与的方面呢，他告诉我，我们现在看到图书馆的很丰富的资源可以被官方的人群使用。我不只是说年轻人，我指的也是老人。 Valencia 今天也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上网继续教育教课。当然我们有一些问题，比方说许可的问题，因为有些信息如果图书馆想要给人家分享，它需要许可。另外呢，我们有一定的用户量可以同时上网或者同时享受一些信息。租用书或者信息也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呢，因为知识就是自由的享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图书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马上在这个聊天对话框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打印的书和电子书之间的了解。有的人他觉得如果用那个 Netflix 每个月付一定的资金，他就不会违反，不要怕要违反任何知识产权。我们就有些很重要的问题希望以后不再会面临。但是我们这里的不只是要说可不可以上网，但是我们设备的也是一个挑战。我们觉得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问题，展现是人有自己的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和目标。
我们要考虑怎么包容这个小族人，怎么保障他们也参加。少数民族或者是少数人群，他们怎么能够得到能力，执行能力？我说，少数人群或者没有一定的代表权利的这些人群，怎么能够协助他们？对不起，你可以无法看到我，因为现在我们的连接的信号不太好，所以你只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我想介绍两三个方面，涉及到包容还有意识，特别是涉及到识人有能力。如果我们想识人有一定的能力，我们必须是一些人群，比方说残疾人，包括在我们的讨论中，而且我们要以他们为主进行讨论。他必须参加我们的会议。如果他残疾人的会议，残疾人的问题，残疾人必须参加。今年我们听说，这个 IGF 它可以上网，因此呢，因为我们和谷歌合作，我们就是提醒这些残疾人他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也提供我们保障了一些补贴，一些奖学金，为了让这些人能够连接网络，让他们参加IGF。另外呢，我们也参加一些因为有一些补贴Google 的补贴，我们可以为残疾人提供服务器。另外呢，我们明年有计划，如果 IGF 它是恢复正常，那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旅游的便利。非常感谢，两分钟过去了，所以感谢你告诉我们怎么能够保障更广泛的包容性。我希望你可以以书面方式提供给我们更具体的建议，因为我知道你对这个识人有能力或者建立能力有很多话可以说。是我们如果想要消除鸿沟，第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的问题的来源，是因为政治上很多人没办法连接现实。如果我们没办法连接这些人，那他们也没办法表示意见，他们没办法说明为什么这些政策对他们是重要的。如果这些东西不成为现实，如果保持在云上讨论，那我们不能说我们裸视了这些概念。我刚才说有些人不会说英文或者其他人群，我们说现在所有的措施好像是紧急措施，有的问题一直存在，比方说这个性别问题成为一个 IGF 讨论的问题，因为比我聪明的人有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们并不是集中于性别，我们必须强调我们想有这个娱乐或者游戏在线，我们也想要连接到这种服务，要玩学习。有的人群他们有更多权利，所以其他
脆弱的人群他们也要求有公平的态度，公平的待遇。希望更多人可以参加我们的讨论。感谢您的建议，我觉得 Smita 的建议一直是非常有用的。我现在做小总结，对的会议的第三个部分做总结，就是教育。然后下一个题目是 IGF 的未来，然后我们作为这个通台联盟在这方面的作用。所以总结来我说，我们必须更好的交换理念或者概念，因为有的人群没得到代表，比方说高级别的这个会议中提出要求要和我们合作，就是他们是各国会议议员，他们很愿意和东台联盟进行合作，在这个老百姓之中管理这个问题。现在我请大家呢，如你所说，如之前所说的，我们想让所有的声音能够被听取。所以我知道我们有两分钟的时间， Gustavo 你也知道，请批准。那好，我会说的非常简短的一下。如果是主体化，那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态度可以采取，尤其是在这个年轻人方面，因为这些从事网络的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所以我们觉得年轻人他们有一个部分，他们只必须要学习这些东西就行了。但是有些年轻人呢，在这个我们行业，他们只是暂时在。所以如果我们想让那些年轻人他们不同的参与这个工作，那我们必须要看到网络治理的事情，就不能有很多年轻人被参与。所以在我们的 IGF 的这个社区，我们是用很多志愿者的工作，也是公民社会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比较难，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固定的专家，就是专业从事这个工作，因为很多从事我们工作的人都是，没有的工资的人，而且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在业余时间完成这个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难。非常感谢 Gustavo， 非常感谢你让我们的对话跟之前的对话之间搭建了一个桥梁。那现在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IDF 的社区能够如何在未来发展，所以如何我们能够达成这个链子的变化。IGF 是否做足够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我们对话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谈了年轻人的事情。那现在我也想问一个年轻人，就是 Alan。那 Alan， 你觉得 IGF 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也想比较简短的介绍一下，从这个年轻人联盟角度来看，目前的状况，就是我们在这个年轻联盟当中，我们讨论最重要的问题，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能够发挥什么作用，而且我们将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如何能够有更大的影响力，比如说，就是为此，我们比较密切与这个国际组织，
工作的，而且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应该更多人参与，我们这就是我们所面临最大的问题之一，而且我们最看重的的题目，应该有足够的影响力，因为尤其是说这个对年轻人的什么什么战略，我觉得我们还必须要看重这个跨行业的合作的，因为在 IGF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强调这一点，有很多IGF 的领导他们没有足够看到我们年轻人的的角色，而且我们也觉得应该建立一个 IGF Plus 的这个框架，因为这个联合国的工作必须要考虑到这个IGF Plus 的框架。我们东台联盟的每个组的工作应该本着电子化的发展。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应该促进东台联盟之间的合作。今天我们做一个报告，关于接入和控制的报告。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内全东台联盟的工作。而且我觉得我们整个 IGF 社区的角色比之前的还要更重要的。最终我也想强调，年轻人的代表必须要被考虑到我们整个 IGF 的工作当中，就是我们必须要那些采取决定的人，必须要让他们听取我们的意见，而且考虑到我们的意见。谢谢。我希望我没有超过这个时间。Elena， 非常感谢。我很高兴有那么多年轻人参与，那么积极的参与我们的工作。我觉得现在想问 Oliver， 因为这个核心价值的动态联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我们目前的工作。Oliver， 你有20秒钟。Tatiana， 你给我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简短的。我只想说，我们今天的对话说所有的东台联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每个联盟工作的非常努力。艾琳他已经说了，他说我不想重复一下，但是我只想说 IGF 的未来就是这些东台联盟，他们应该作为这个 IGF 发展的一个核心，所以我请你们大家观众支持我们的工作，因为只有你们积极的参与，我们才能够有一个过时的结果。谢谢。非常感谢，我看到了我们目前有很多人看，观众有103人参加，所以我很高兴有那么人参与。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要可以总结一下我们到现在的对话。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动态联盟代表说想说一下？这里对那些有一些限制的人，他们非常想要参与，所以我们的这个动态联盟他们准备了一些标准，如何我们能够让这些网络的资源更容易的有这些有残疾人接入。但是我们走出去这个 COVID-19 的这个大流行时期，
我们必须要就是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所有的国家的社会当中对那些残疾人或者有限制人的限制是太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什么更好的方式，就是找到更好的方式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的人，那些有限制的人，他们的情况是比较糟糕的。所以我希望未来政府的决定人会多考虑我们的意见。非常感谢，还有两个发言人，然后我们要做总结。有的，有请你。非常感谢大家呢。有的，克罗利亚，我现在不代表我所说的这个东台联盟，但是我代表所有的联盟，因为我是他们协调人员，所以我看过很多因素，很多建议，他可以给我们指导，让我们过去疫情期间，然后进入未来。感谢你们提出的建议。我想代表我们的议员院桌所代表的意见，不只是说昨天参加的这个会议的议员，但是他们都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评价，他们就非常关注东台联盟的工作。我们发现去年在柏林的会议和今年会议之间有很多新的倡议，有很多新的工作已经完成，所以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说这个下一步工作可以是非常重要，今天的会议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感谢，当然我们的东台联盟的协调工作准备的工作是非常有名，非常感谢你的准备的工作。Mariana 说，我现在要强调我刚才在退化官发表一个意见，如果我们说互联网这个权力现状涉及到服务的质量，网络服务质量，这个服务质量应该是符合设计的标准，意思是说我们的连接的能力应该适应技术的进步，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我想要感谢所有的参与人，有的人他们是凌晨三四点要起床参加，当然我们的参与我们的工作都是自愿的，经常不收钱的，我们说时间是钱，所以我们所投入的可以说是时间，是一种钱。非常感谢大家，感谢这个举办委员会，感谢技术人员的支持，感谢是所有的这个赋予补贴的单方。像我说，你如果有钱可以赋予给我们，请你们给予我们是可以使用。非常感谢。我个人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有107个参与人。现在请汉南对我们的会议做总结。感谢Tatiana， 感谢所有的发言人，所有的参与人。我们的讨论今天特别热情，特别有趣。之后我们可以有记录啊，可以随时咨询，这样我们可以更明确的了解各个行业的各个人群代表的意见，因为有很多人他们的经验会造成附加值。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剧本者最重要的人物，也就是说 Marcos 和 Yuda。谢谢你们的鼓励，谢谢你们的工作，你们个人的工作，还有这个动态联盟的工作。我知道一个组织的主席的任务是非常复杂的，我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参与人要选择一个自己非常关心的一个题目，然后在这个联盟平台上讨论，是工作进步。我们这里对这个提问题的人，我们告诉你怎么加入这个联盟，请你就是上我们的网站，是 IGF 秘书处的网站，你们可以列入最喜欢的联盟，你们可以积极的参加我们的工作。然后这里没有任何钱可以得到，我们都是免费的工作，但是我们特别爱这个工作，我们因为特别关心我们这些 IGF 的工作一些方面，所以我们想要做贡献，付出努力。你们有一个作用可以提起，我们可以应该保障我们的代表性要扩大，每个社会的这个群体得到代表，因为这种工作是受邀的。过去有一些人他们不相信对经济对社会的进步我们可以有一定的作用，剩下人家已经理解到这一方面。而且呢疫情期间我们发现我们有数字鸿沟，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鸿沟，但是我们要保障任何人不能被排除被排斥，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平台可以向政治者发出一个重要的信号，让他们更关注这些所有的问题，然后团起来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群体。非常感谢今天的主持人，然后鼓励大家要仔细的分析我们所提供的文书，因为每个动态联盟提供的一些报告都是非常具体的介绍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到现在不能说我们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我们的会议上可以找到这样的解决方案，但是有这么多人从20年以来，我们都是做自己的贡献，提供自己的贡献。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连接到更多的人群，可以与我们的国会的议员合作。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今天的会议，谢谢翻译人员、技术人员大家呢。谢谢 Valencia， 谢谢大家的在这个动态联盟的积极的工作，感谢所有的发言人，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的注意，再见。谢谢非常好的支持人，支持的特别好，非常非常感谢，也是感谢做字幕的人。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呢，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气氛，非常好的回忆，非常好的支持人。